上一期我们说了福克兰战争爆发的原因，面对一万公里外阿根廷对于英国领土完整的威胁性，一副你来打我啊，这么远我看你怎么打的挑衅态度，还有英国国内各种反对派的质疑，铁娘子很迅速地展开反击。在国内，政府开始操弄舆论，收买网军，说4182，所以只能投降，再打回来就好了嘛，还特别强调阿根廷是军事独裁政权，为了让福岛居民生活在没有自由、法治、民主的政治环境下，柴契尔夫人随即向议会提出要出兵福岛。一波神操作后，下院全票同意通过。这种情况是二战以来没有的。没想到平常为了利益你争我夺的议会，在国难当头前竟是如此的团结。国际舆论上，阿根廷的独裁军人政权本来就不受欢迎，在国际上没什么朋友。虽然阿根廷经济在哭泣，但破落阿根廷竟敢跟西方大国英国叫嚣，甚至出兵收复福岛，为了统一大业赢得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私底下的敬仰，包含中国。不过阿根廷一直不屑与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国家为伍，因为爷曾经富过，你们第三世界是什么穷人，所以关系并不好，所以这些穷朋友们都只是道义上的支持，真正提供援助的很少。阿根廷认为自己的南美洲经济最发达，文化最高雅，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地球最南端的欧洲白人城市，不像隔壁邻居圣查罗、里约热查卢，要黑不黑，要黄不黄的。这种天龙人心态导致整个美洲除了秘鲁和厄瓜多外几乎没人援助，甚至为了怕智利趁火打劫，战争期间还在两国边境部署强大陆军与空军中队，也削弱对英国作战能力。而总统加尔铁里虽然是军人独裁政权，但被称作美国养大的孩子，美国人扶持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反共。咦，怎么跟某个岛有点像啊？所以他一直坚信美国爸爸会遵循门罗主义，就是欧洲列强不应再欺负美洲，一定会支持我的。但他错了，人家英国和美国同宗同文，美国是英国亲儿子，你只是英国离家出走儿子的跟班而已。且英美本来就是坚定的盟友，美国总统雷根跟铁娘子的私交也相当深厚。战争爆发后，美国停止了对阿根廷的武器出售，还紧急卖给了英国各式武器装备，另外提供各式雷达资料。那在冷战时期，与欧美为敌的苏联和华沙公约国总会支持阿根廷了吧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。很抱歉，阿根廷在美国支持下是反共急先锋，为反共大业不惜粉身碎骨，长期以来对共产主义国家采取敌对态度。现在阿根廷有难了，他们自然是鸟都不鸟你。这样一分析，阿根廷虽然在道义上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，不过都是口头支持，最实际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几乎都是两手空空。所以外交上，你去结交一些胡黑黑的朋友，比什么邦交国数量都是不切实际的，最实际还是去结交那些高富帅的朋友。英国虽然已不复当年勇，但80年代的英国海军仍非常厉害，福岛距离阿根廷500公里只要一天的时间，而距离英国10000公里要15到24天，劳师远征，后勤补给也是个大问题。英国以两艘航空母舰为核心，搭配各式驱逐巡洋舰23艘，包含后勤补给船有上百艘船舰，另外水下有5艘攻击核潜艇。英国海军全都是职业军人，有着优良的海战传统，士兵素质也是相当高，全年有2/3时间都在实战下训练。反观阿根廷陆军实施的是义务役征兵制，一期只有一年，入伍不到4个月，菜鸟高达60%。这些新兵几乎都是刚新训结束，打过靶，写写饮水小卡后就提枪上阵，这种士兵素质怎么可能有好的战果？咦，怎么跟某个岛有点像呢？不过事实上，阿根廷也没想象的弱。阿根廷海军有非常多美国、以色列、法国甚至英国的先进武器，还有纳粹余孽数十年来的指导，实打实的南美第一军事强国。但因为阿根廷政府在国内的各种高压反人权统治，美国不再出售武器给阿根廷，阿根廷只好转向跟法国求救，跟法国购买超级军旗攻击机，配合最新军事科技飞鱼反舰飞弹，反舰实力十分强悍。不过战争太早爆发，在开战前只有5架超级军旗与5枚飞鱼反舰飞弹。虽然一开战法国就力挺英国，但基于商业道德，还是继续提供军旗、战机与飞弹的整合。英国人则要求法国交出飞鱼飞弹的参数，基于职业道德，法国人没有答应。铁娘子威胁说，如果英国打输，可能会使用核武器。法国人内心一纠结，怕阿根廷兄弟惨遭和平，只好忍痛含着眼泪提供参数给英国。所以即使法国的武器很厉害，但数量不够，又被英国人开屠，作战效果有限。
最后那五枚飞鱼发射出去，命中三枚，60%的命中率，可以说是武器发展史上相当亮眼的成绩。还击沉英国两艘驱逐舰，重伤一艘，是二战以来第一次英国战舰被击沉。法国人开心的不得了，还拿此大打广告，推销自家的飞弹好棒棒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阿根廷的空军飞行员素质非常高，他们大多是在美国、法国严格训练下的优质飞行员。最后是后勤实力，我们都知道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和消耗。我们先遮住名字，看看两军的对比。甲方士兵每天吃两餐热食，有新发的御寒衣物，弹药充足。乙方每天只有一份战斗口粮，还不是热的。到了后期，甚至是两天一顿，子弹平均每人六发，御寒衣物也是相当缺乏。结果后勤完善的甲方，却距离福岛10000公里的英军，残破的乙方却仅有500公里的阿军。虽然阿根廷得知英国出兵后，加强了福岛的防御，但他们一开始就被泛滥的国家主义放大胜利的喜悦，掩盖了自身的缺陷，低估了对手的实力。详细的交战内容这边就不多说了，会胜利的原因前面已经分析了。最后阿军被远渡重洋的英军重创，20年的和平谈判没有结果，短短几个月的战争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。而几年之后，铁娘子远赴北京与中国谈判香港主权问题，我们在前面的影片讨论过了。那为什么香港与福克兰群岛结局完全不同呢？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哟，我们刚刚看完这个福岛影片，有没有有点热血？海战，对不对？真的已经燃烧起我当初中华民国海军的海军魂。男人的浪漫，男人的浪漫，浪漫好不好？海军的是不是？没错，海军654T 的654T 舰艇兵，我几 T 我都忘记了，我陆军的阿陆的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海军就是一个很你知道纯洁高尚的一个军种。好了好了，我们陆军就是扫地油漆嘛。好了，不管了，你我这个手痒有没有觉得想玩一款？真正的海军游戏真的蛮想的，那我们是不是就要话不多说，战舰世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这样子很有业配的一个、喔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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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我为什么会选择战舰世界啊？请说，符合历史嘛，是不是？不会太浮夸、啊，没有吧？不会，符合历史嘛？没有，我认真的啦，我们讲话语调正常一点，认真的。他就是，你看他这艘每艘船。不是胡弄的什么大熊号啊！哎、欸，这画面真的很棒耶！你这太浮夸了、啊，没有，这真的不错啦，很棒。没有，我以历史角度去看的、啊，它是每艘舰都是有它的历史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怎么念？米卡萨，米卡萨三笠舰，三笠号舰呢、欸？三笠号什么知道吗？欸、我们讲到这个日俄战争的主力舰，为什么是三笠号呢？这艘最近在我们日本打赢清朝跟清朝甲午战争之前是没有这艘舰，没有这艘。他打赢清朝之后。并没有说，哎、欸，我好棒，我打一清朝，我是不是好棒棒？你给我鼓掌一下，没有，日本没有因此而满足、嗯，日本根本不把清朝放在眼里，人家的目标是谁？北极熊得死，好不好？把目标放在北方的俄罗斯。对，他在这个1904年吧，还是几年，跟英国签订这个日英同盟，由、嗯、英国这个副爸爸后面当后盾，哎、欸，英国爸爸罩我，是不是？准备跟这个北极熊来干一架？英国就是在中国卖鸦片去干嘛？赚很多钱。对。但是俄国想要这个瓜分远东的利益，就不爽。但是英国不好意思跟俄国直接开战，所以他远东地区养一个小弟日本。没错。然后日本打不赢俄国嘛，他剑没有这么强。你看那，哇！他1899年跟英国订了一艘这个三笠号主力舰东乡平八，知不知道？东乡平八当然知道，世界海军战神。他当初站在这个甲板上。这个甲板是是对，在马上拿着望远镜，就在这个甲板、哦，对，在对马海峡看这个远东，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是跟历史同步哦，对，历史同步、哦，哇塞，好，这就是我说我推荐战舰世界的原正点。一，这个战舰，它、欸、炮也太多了吧？应该符合事实啊，战主力舰不是假的，好不好？蛮认真的，重点是款游戏不用钱的、欸，不用钱，想下载到我们下面有个专属人，等一下我们再说了啊，我们先试玩一场好不好？我们玩一场这个，要让我这个残酷战斗。哎呦，这是残酷战斗，怎么样的模式？进去组再说好不好？但是他们在那里交战中，赶快前进！海军进去下下去，乘上风，破巨浪，我海军勇向前方。哎、欸，瞄准呐、啊，出枪四秒，在干什么啦？看到没？就那一艘啦！干你那么嘴点呐、啊！
中田中中田中，好慢哦，要不要氪金买烧？好一点的船。发射鱼雷好了啦，哎、欸，中弹了，哎、欸，发射鱼雷好，发射鱼雷。暗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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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暗杀。好，鱼雷，赶快瞄准。哎、欸，他不是沉了、啊。他沉了，沉了、欸，他被你鱼雷吓到沉默了。好啦，收起鱼雷，收起鱼雷，这里啦。啊，马古马古马古，你不，你就不能冲入那个火海啊，就在人群的里面，因为这是那个嘛，吃鸡模式。他在这里。哎、欸，他会损血，他在外面会损血。哎、欸，鱼雷鱼雷鱼雷，换鱼雷换鱼雷换鱼雷，我玩一下鱼雷。好，发射发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他在这里啊。看，先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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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鱼雷怎么射不出去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、欸，是男人不能这样子。可惜鱼雷没射出去啊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躲得漂亮哦，不错哦，有进步哦。哎呦，中了中了，哎、欸，中了中了中了，你第一次中哎、欸，我觉得。不过你中的比较多哎、欸。干干啊！继续发射，继续发射，继续发射，继续发射。哎、欸，有鱼雷哎、欸，那谁哪一国的、啊？队友队友队友队 友, 队友的。我没有发射，没有发射。哎、欸，成了、欸。他成了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小心啊！喂，哎呦，进去啊！进去，这个吃鸡模式啊，急转弯呐！哎呦，大急转弯、欸，太兴奋了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按 T 修复，哦，补血，不觉得觉得舒服感觉？哎、欸，你、欸、我怎么进不去啊？哎、欸，你难得玩这么好，却被 NPC 给神血，怎么回事啊？赶快赶快赶快，赶快让我继续，赶快让我继续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哎、欸，还有一台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第一次玩这么好哎、欸。真的、欸，我们第一次活到现在、欸。哎呦，小心哦、喔！你不要说换鱼雷，鱼雷都是发不出去啊。好啦，哎、欸，准备咯，准备咯，要干掉咯。哎、欸，小心鱼雷，前面有鱼雷哦、喔。哎、欸，队友这样中了、欸，你要看一下。队友没事，靠边靠边，快闪！鱼雷，主要看一下在哪，看不要被火烧到。鱼雷鱼雷鱼雷，然后鱼雷真的很。哎、欸、嘿！哎、欸，说、啊、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闪掉闪掉，闪的漂亮，闪躲点满。鱼人鱼，哎、欸，这真的有进步哎、欸！那、欸、你不会生气了吧？哎呀，你是被哎、欸，你是被。撞成被击沉的、啊，不过还有队友没关系，还有队友。哎、欸，不错，蛮好玩的、欸，是不是？是、欸，我们结束了，结束了、啊。哎、欸欸，我们活到最后第二队、欸。对啊，欸、我们还蛮强的吧？还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绕啊绕啦？没有吧？啊，没有伤害吧？哎、欸，战斗表现不错吧？这是什么？伤害很强吗？蛮强的、啊，一万多哎、欸，很强吧？屁呀、啊，蛮强的吧？那蛮好玩的，是不是？刺激模式还蛮好玩的、啊，蛮。感觉蛮刺激的，对啊，不错，哎、欸，你这真的表现不错，不得不说。好啦，我们这个战舰世界的吃鸡模式，就是我们刚玩的，就是蛮好玩。如果你们想一起玩的话，我们在礼拜六7月20号，有一个观众堂实况转播。如果你们想一起玩吃鸡的话，先一起下载这个游戏，然后去练等，练个等级，不要太弱，一下被我鱼雷这个。神仙鱼的给击沉就不好玩了嘛？去吧，我们把自己讲很厉害一样。对，这个网址在我们下面，就是下方的连接。对 ，Trip 观众专属下的连接，没错。点这连接下去就有个新手的大礼包，里面有什么两艘很像特殊的船舰，还有一个总价值高达台币770元的大礼包。反正你们就下载，然后下礼拜六，这礼拜六7月20号一起来玩，一起来玩吧，晚上。8点，好不好？燃烧是你的海军魂，海军军哥下一下。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，不是陈庞波那种吗？这个是正统的海军军歌。哦、好，我不懂了。好了，反正记得去下载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去下载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玩喽，继续玩，走走。So